绩还 OK 吗？还不错啊，还顺利了，收视率也不错，请大家继续支持。耶，对对。每周五晚上10:15，《廉政英雄》全面启动。自己从头追到尾，哎，太厉害！今天来到这里，默契大考验了。严谨跟心仪，你们平常其实认识的吗？认识。有，好吧，我们现在来默契大考验，来考验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既然两位一见如故，你们两个就一组，好不好？我们拍戏拍了3年，对不对？那我拍你跟他一组，很简单，两个人是两人两只手，两人两只手，蒙上眼睛，要剥开橘子皮喂对方吃橘子，好不好？女生先来了，好不好？两个人都蒙眼罩，帮忙他们把眼罩戴上来，把眼睛给蒙起来，哎。计时开始！哇哇哇哇哇！哎呦！一个人负责拿，一个人负责播，没有很有默契耶。对，当然是这样啊。你两个人播会掉下来，两个人想一次把它播开啊，会掉下来，会掉下来。这个战术很不错，真的。那这如果这个两个人都想播，可能会造成它掉下来。水喷出来了。对，当然你两个人想播，一定要造成掉下来啊。对，哎呦！哇哇哇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心仪心仪的手指，哎呦！哎呦，很灵活啊，灵活。咖啡橘。哦，哇，他的手要护卫护卫，哇，带大颗的喂，他再拿一颗，再拿一颗，再拿一颗喂他，好，时间了，看那个时间是51秒，好，紧接着下来换到我们的阿甘队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三年拍戏的默契，对，来，准备好了哈。计时开始，开始，来，要分工，要分工，要把它找到最软的地方。有学我跟严谨的战术哦。有，对，导演你要撑住，导演要皮剥干净哦，皮要剥干净哦，皮没不干不净的。哇，现在他在挖肉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了阿甘，完全迷路了。哇，爆菊拳，恰恰，有那个橘子谁还敢吃啊？对啊。那个橘子一片片掉下来的，对啊，剥的吗？我感觉有在剥荔枝，有在剥荔枝。阿甘喂，不要拿到皮耶，拿到皮，哎，真的把它当成好，天哪，好可怕，就丑陋哎。好，他们的时间一样，51秒。两个都一样，我们好有默契哦，三年的默契跟一见如故，对啊，好，既然大家都很有默契，我们今天默契大考验就要开始分组，好，就让来宾他们自己组了，哎呦，我们主持人来跟他们拼，我们要考验一下我们主持人，把他换掉吗？哎，你眼睛我要说，你想把你的 partner 换掉？对啊，好小，你这个想法是正确。那我们就来分队喽！今日的黄金阵容该怎么搭配呢？天兵阿甘搭配两位美女李严谨及钟欣怡，彤彤就和主持搭档道远还有爱晨共组队，大伙们可要加油喽！默契大考验，胯下小刀。和台语下下叫，然后呢是我们的统统会派出来是董哥啊，不，董哥，真的是乱讲，哎，虽然我非常尊敬，但是不要这样。第一回合台语下下叫计时3分钟，开始，耶，来，赛你赛你赛你，咱上物件时阵啊，会用的物件，会用的，会拖，小笨手会给蹬别的，小笨手焚化炉，对，调整，好，来来。阿姨哦，阿不是阿不是中，阿不是中，不是啊，阿不是中，是什么？人口失踪，不是啊，阿不是中去散步，去玩去散步。他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失忆症，不是，第一个去玩牛遐的，遐一个。他是一种职业，一个去月球，对。Michael Jackson， 喂，跳不回啦，我来弄。有一种飞机吼，会使飞到蜗牛遐。他是一个工，飞机。他是一个职业，飞人机，嘿。哦。一种飞机会使飞到蜗牛遐。火箭筒。他是一个职业，做这个职业的人戴着头盔。这黑来的，太空人。哎，对了，对。哎呦。谢你，林道夫就安怎诶？伊的身材安怎？想低。我不能讲出来了，好，放弃。喂，你哎，赛你怕大佬，你都会用下。这样讲，
怕大老李，李勇先被怕大老李，扑克牌，我爱吗？漂亮。你要是什么？外交歌手是。Oh my god！ 你怎么会这样问我？你是什么物件吼 ？D D A， 贵的，在的，在的。阿弟耶，谁谁谁会碰起来？还在吃？爆米花？不是你，我是讲谁谁一直谁 D D A， 爱个加了去。洪大海，不是啦，洪大海那边有让我来卖。他意思意思的。哎，掉了，对。引狼入室，是。你可以，你可以有了有脸，有脸，你可以等一声，让你姐姐们给他哎哎，潜水艇啊，你在那注意，过山车，不是，哪里有过山车？它也是一种职业，海盗船，海雕，对。心宅的时阵，你俩你也辛苦的时阵哦，你爱提啥？不耻，不耻，不耻！请看后面正确解答是皮尺，皮尺，引狼入室那里，那里最贴切。这样不应该，你说我去你家做客叫引狼入室，是啊是啊，怎么能这样形容呢？对啊，不然你看你来我家做客啊，引狼入室，一样意思啊。好，再看一下下这一回合呢，美女胖胖队得到的是八分，非常的不错。马上我们攻守交换，我会讲台语吗？没机会，机会一点点啊！完蛋了，真的只有一点点输啊！看一下，要叫计时三分钟，耶、yeah ！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哎，你哪看查啦？你爱查啦？卡等我上，报警，警察！哎，对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哎，吴杰爸爸哥，刘家昌英杰，他什么？刘家昌英杰，刘子谦。哎，阿姨就几条瓜哥，嘿，我的，念你，念你，哎，我的。你要尽量跟拍电影，真的听啊！出过一张专辑啊！哎，谢礼是哎，是一个俚语成语，俚语俚语。那哪位林明了？林明林明了，林明吸管吸管爱成语，吸爱安娜爱插蕊，哎，也是插对对对。第二你是哎，咱食鸡啊鸡舞，吃鸡鸡迄落鸡尾巴，鸡翅膀。伊就有气耶，啊面就红诶，关东摕一个物件做大气耶，关东，好厉害啊！对，咱滴滴挂的时阵，滴滴挂，试试看。哎，做挂做挂的时阵哦，很冷的时候，哎，面都会挂上，不能脸都会什么？挂上面物件，脸会挂什么？哎，面嘿嘿，挂，你吹呀，你吹呀，面，哎呦！供出来，请供出来。这是一个情绪啊，戏的你，也是成语。第二个，第二个你啊，咱艰苦的时候好，啊欢喜的时候哪？笑，嘿，笑笑，嘿，对对对。第二个你哦，什么笑？笑，咱给啊套啥？哎啊哪？咕咕叫，嘿，啊，那公啥公？喂，不，答案也差太多了吧？乔无力。怎么笑？笑，咱给啊套啥？哎呀那，咕咕叫，哎，阿公阿公啥？咕咕叫，皮毛喂，喂，谁啊？我唱皮毛喂，给弄哎呀那弄哎，叫咕皮，哎，皮笑皆非，很好，谁打你啊？九八，哎呀，转出来数下去，咱细汉啊，拢最爱穿一个物件，那哎呀那，都见到鬼子啊。好，维他命，维他命，三 D， 三 D， 哦，溜冰鞋，哎呦，你好厉害，好，动作要轻，放轻的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两个 D， 两个 D， 有这个物件，你就是哇哇讲爱播哦，哦，飞机怎么飞？不能讲了，哎呦，大六咱讲什么？哈，大六咱讲一个讲话，六，秘密，什么什么国？什么讲？什么？大六叫什么讲？那是什么人？中国，哎，谁？你不能讲，你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加料来。
谢谢你，宝鸡丁，鸡丁，中华不是鸡丁，不能再讲了哈，来，请作答，它是一个成语，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拿什么成语，哎呦。这样不算啦，因为他没有答出来。好，在台语下叫这个单元里面呢，然后我们的这美女天兵队得到的是6分，其实也还好啦，差2分而已啦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第二回合，还要把分数追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进入精彩的第二回合。默契大考验第二回合，人地势比一比，美女胖胖队派出来是彤彤，哎，这是美女，希望你们加油了，好不好？门第是比比计时6分钟，开始，加油！河豚，刺猬，河豚，好，开车，计程车，晒棉被。晒衣服，河豚在计程车上面晒衣服。答对。咸蛋超人。这个比得不错。咸蛋超人在公车上，在公车上吗？公车上很挤。公车上，咸蛋超人在公车上睡觉。枕头站玩枕头。咸蛋超人在公车上打枕头战。答对。三个字，寿司店，台湾黑熊的寿司店，玩海带拳，台湾黑熊在寿司店玩海带拳，答对，高凌风，太简单了吧？对啊，高凌风，啊，第二个比较难，你点什么头皮啊你？怎么了？自己先失望。你不是说你很会比吗？钻不起我。请坐的。点头店。点头店是哪里的？我叫我在哪里啊？好，请说。钻不起我。人是对的，地是错的。燃烧吧，火娘。赛一场。什么？你比得好？哪里？钻不起火。高凌风在，请作答。高凌风在，两个字吗？两个字，请作答。高凌风在阳台，钻不起火。答对。哈哈哈！宋宝生在哪里呀？工地，两个字哦。宋宝生在工地，切鱼，请作答。宋宝生在工地切鱼。人地是对的，事情是错的。宋宝生，啊，你要声音小。请作答。宋宝生在工地切蛋糕。恭喜你答对。太好厉害！好好，星星。星星。银头。功夫。比什么？桌球，打桌球。打乒乓，乒乓球。第一个。好，星星在足球场。哦，地跟石是对的，人是错的。暂停一下，你就要写诺了。我听收，新感觉队友你敢拍咖呢？不是啊，你听收。他脑就犯了，你啊，怎么打人啊？好，注意安全了，注意安全了，好不好？开始。半颗星在足球场，六师弟，好，六师弟，
请作答。棒球已经在足球场打乒乓球。恭喜答对。蚊子撞到自己啊！苍蝇。好，很好。苍蝇。这地方是哪里哈？它是有一个专有的名词，三个字的。棒球场。有一个专有名词。棒球场。开罐头。拔罐。苍蝇在棒球场。棒球场的某一个地方，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。投手圈。棒。对，苍蝇在投手丘。在拔罐。恭喜答对。超惊人的模仿功力，相似度100%，观众朋友。方伟明，包大哥。哎呦，很热。哦，这个动作很好。饮料店，我们要增加温度的时候，饮料店会拿勺子去加，倒在石头上。打麻将。啊，谁啊？有来过我们的节目。是对的，第四错的。包伟明，跑，向前跑。包伟明。好，去看这个地方了。打开门，打开。冷气房。坐进去。三温暖，烤箱，烤炉，烤箱，烤箱打麻将。好。包伟明在蒸汽室。And 打麻将啊。答对。时间到，想了吧？美女胖胖队在人地是比一比，得到的是8分。大致来讲都不错，好不好？都不错，得了8分，非常厉害，好不好？紧接着下来，我们攻守交换，人地是比一比，现在换到我们的美女天兵队，计时6分钟开始。加油了，你四个字，台子上。报新闻，主播，新闻主播，4个字的哦。什么？转来转去，游泳，臭的，风火轮，好，无敌风火轮。开车，喝茶，喝咖啡。新闻主播在洗衣店拉茶，好的，你一直压力很大，上。2个字啊，逗。不能讲话，只能逗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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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请坐来。我跟你讲，你尽力就好，不能怪你。没有，你尽力就好。裤子短，陈磊。然后地的话是牛，端出来牛排馆。哇塞，包尿布。陈磊在牛排馆包。对，你真的是不要加了。体力应该是一样的。等一下，你比他就好了。喂，包罐，游泳。什么地方？三个字。游泳池。做什么事情？剪指甲，修指甲。请作答。猪八戒在游泳池剪指甲。恭喜答对。靠心仪了，这个。老师石又来了。哦，相扑。相扑海苔。相扑选手。牛排馆。演讲。服务生啊。我耳朵掏耳屎。耳朵痒。什么胖胖的？什么？相扑选手在演讲台掏耳朵。哦耶！答对。演讲台了。哇，这好难哦。诸葛亮。有没有好？有背书包吗？哎，好像。小丸子。哎呦，心仪厉害啊！对，幸亏有心仪啊。小分手，请作答。小丸子在什么地方啊？有个地方，它也是一个比赛的项目，在体操里面。小丸子在一直前评论幕。哇！喝加杯酒。答对。你好厉害。李小龙。哦。哎呦。李小龙不是吗？这样你猜得出来啊？
滑雪，滑雪，滑雪场。作答：你想在滑雪场拉单杠？人跟事是对的，地是错的。加油啊，继续靠你了。李小龙嘛，我再拿到。哇，这个脸经典，这个脸经典啊，客家女孩。三个字。划船。赛龙舟啦。龙舟，龙舟，龙舟。赛龙舟啦。阿妈。刚才人次是对的哈，弟，你要注意看，它是一个运动，好不好？一个运动只有一个人可以玩的哈。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敢读啊？我的读书读嘞，嘟嘟嘟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有读书吗？你手在读书，干嘛？拉什么？拉单杠。答对。哎呀，僵尸，僵尸，僵尸，两个字的啦，僵尸。这个来比不出来，你真的不行。这个他一定不会比，他一定不会。你看，哎，打麻将，打麻将。啊，什么？猪肉，分猪肉。猪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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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拔猪毛，拔毛毛。僵尸在印刷店。印刷店，对，做什么事情？在印刷店拔脚毛。是拔毛。猪毛，猪毛，猪毛。除毛吧，我们是完整的讲，这是什么部位？除脚毛，除腿毛。除腿毛。所以僵尸在印刷店。人跟事是对的，地是错的。啊，心已靠你了。咚咚咚，僵尸，咚咚咚咚咚，僵尸在哪里？三个字哈。很好，很好，厉害厉害。什么地方会吵架？什么地方会吵架？服饰店，你在那边。菜市场，除腿毛。僵尸在菜市场，除腿毛。答对，答对，很好。真烂哎！举手，不然发出声音啊。弱鸡，弱鸡。下一个了。宝宝，你在干嘛呀？看这名字，我们又不是不会比，讲话有讲座。请坐吧。拳王。拳王。在他比什么？看不懂。在哪个地方干嘛？在银行。哎，抢劫。拳王在银行。哎，干嘛？跳芭蕾。什么芭蕾？我告诉你，他是有五个字哦。五个芭蕾。五个字哦。我你要用要夹住的嘛，他还会倒着的啊。对不对？这个动作比出来夹住的，那大家都知道了。好，第四比一比，我们的美女天兵队得到的是七分。美女天兵队得到七分，两队两回合加起来总成绩，美女胖胖队总共得到16分，美女天兵队得到的是13分，恭喜美女胖胖队！来，两队请到前面来。今天的默契大考验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，其实默契是需要训练的，对啦，对不对？恭喜我们的美女胖胖队。